你砍他们圈，我们打起来了，老哥，来个神好吧？感觉，我来，加不了，为什么？ 楼顶一个，楼顶一个，底下一个，小炮友，我他妈被扇之火的，对不对？一线一滴，我操！怎么样？绝这种？真假？ 哦，我现在状态，我真的觉得脑袋打不开，我现在脑袋有点宕机的感觉。休学原因就是我要出国啊，我要出国所以休学啊，就这么简单了。主播，我室友的卫生习惯怎么样？厕所浴室是共用的吗？厕所浴室是共用，是共用的。然后我也回来了，走吧。 你正常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他们打一组。哦，我去哪了？那不顶替吗？上季单季大师变警司，卫生习惯哦。嗯，真的很猛。我觉得你们可能要那个啦，你们到了进去的时候可能要规划一下，就是那种公用卫生纸，像厨房啊、厕所那种卫生纸，最好是你们出钱一起买来，大家就一起用就好了。 因为原本都是我自己丢，因为我想要卫生纸很便宜，我就没跟他们要。那我自己丢厕所，然后卫生习惯怎么样？你知道男生就很简单啊，也不会弄多乱吧？男生就进去冲洗个澡出来，那也不会在里面吹头发怎样的，感觉还好了，就很正常，不会说很干净，可是也不会很不干净，没有那种特别爱干净的人一直清，可是也没有很脏的那种人。 差不多这样吧。